目前它这个里面就已经准备的，其实它那袋子啦，这个是不是都已经有准备好？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用。那我们先处理一下背景，背景这样能看吗？不行吗？吼，那你可以先把这个内容先怎么样抓出来啊？你要怎么抓？要怎么抓？你可以想办法抓啦吼。课本是比较好心啦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提过。有没有准备好？啊，其实当然，如果是我们自己从头来做的话，就真的就是要自己去画。那我要把这个选取载入进来，怎么载？刚刚有没有学过？有，Ctrl 是不是按着？点它，有没有刚刚好这个范围就选起来了？OK 了哈。所以你选好之后呢，我们来看，你看课本上面就有写的，10.3页，那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。哦，10.3。诶，可是它好像少一个。嗯，好，不管它哈。OK，我现在先回到这边来。那我这个是背景，对不对？请问背景可不可以增加图层折射片？点头。点头的话，应该是这个敲下去就会点头。不行，背景不行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还写在上面哦。有啦哈，所以说要把背景变成什么？图层。诶。所以点下去，这样是变图层的，嗯，因为现在已经选好，所以你当你按下去，也没就自动去掉了，OK 吗？好，好，那画面先还给你。现在看，我现在已经 OK 了。我们现在呢，路径如果你不要选了，你就点到旁边去就好了。有没有？你点到某一个，它这里不是会亮亮的吗？会有一条线。我现在就点到别的地方，这样就不选到它。好，我现在针对这一层，我们来增加调整图层，还记得吧？好，这里它课本是用曲线，我们就用曲线好了。那曲线还记得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这里是什么？水平的是它原本的，垂直的是输出的。好，就是最后出去的，所以你这边它就是用这样去对应，好，去对应。那如果你让它比较亮一点怎么办？是稍微拉高一点，这样就变比较亮。好，那它的做法是加两点，加两点就会变什么？本来是这样，啊，这个拉低一点，这样会变什么？亮的会更亮，暗的会更暗，对不对？了解意思哈，好，确定。安尼看起来，起码可能比较有分量。好，那画面还给。接下来这中面的地方，那你要把选到中面要怎么选？路径里面这里有没有个中面？它主要其实就是帮你，只不过帮你把这个地方弯进来，这个地方弯进来这样子的呀。其他都是矩形嘛，几乎都是矩形，对不对？就比较好选哦，就是好。那我现在要把这个范围把它选起来，那怎么办？路径可不可以转成选取区？路径能不能转成？可以，是不是从下面这里有没有？从这边点一下，哎，这样就变成选取区了。所以我现在找到这个选好之后，我可不可以再用刚刚的调整图层？可以，因为我现在是选到它嘛，好，所以它带有作用的对象就是。这个范围而已，一样是曲线，有没有一样？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图层折射片的地方，它就把你选的当做是它要的。那中面比较暗，调高一点，有没有比较亮一点？有哈，OK。其实在调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最近不是有那个笔哦，那个表有没有？前阵新闻我们在报那个，我们现在钟表啊，里面现在就印那个国画。不知道是用印的还是用画的哈，然后画国画。那个东西，如果说你要用 Photoshop 处理，你要怎么处理？假设有一张国画，还记不记得我们有用过那个女生，然后 T 恤上面放那个，就是一样的做法。就是假设我在这上面，我要加上那个图画，我们可以这样做。好，假设你要中面加上这一张，
你可以弄进来。好，弄好了，我先把它贴过来。哎，大小不相搞，没关系哈，就用这样就好。假设放在这里可以吗？那如果不用做任何的遮色片的话，你是不是在这里？请问要用哪一个？对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用色彩镇子，有没有套进去了？哎呦，这样有那个价值会变比较高一点嘛？哎 据说这个都几十万以上的哈、哦。那但是你这样遮上去，是会连旁边那个这个什么时针啊，还有这个都会影响到。所以说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可不可以用涂层遮色片把它稍微涂一下？你看呢、啊？这个地方是不希望去影响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用涂层遮色片，是用这个。我们不是已经快用到烂掉了吗？其实你会发现，原则上都差不多啦，哈，都差不多。那这个我用比较硬，有一点点羽化的笔刷好了，哈。好，那稍微大一点点。你把不该出现的，这个是我看哦。这个好、哦，你把不该挡到的，你就稍微再把它划掉。哎，这个是吗？嗯，看你啦哈、哦，就是你自己稍微看一下。这个，哎，这一条是吗？我说看起来，哦，不是，那是它本来就有的。好、哦，我以为想要奇怪，怎么上去有这个？那这样可以吧？所以你可以尝试看看。那你在这边，我现在调整的是谁？是那个涂层一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吧，这个，我现在调整的是这个，这张嘛，所以不要选错人哦。嘿，这一张，然后来编辑里面的变形，它用的是弯曲啦，哦，用的是弯曲，其实用哪一个事实上都没关系。对吧？哦，是弯曲啊，哎呀，那这边你来稍微拉开一点点哦，有看到这个点？有没有看到？这个会可以弯。那你看一下，它上面有一个端点，哦，这里来，这边你可以稍微弯看看。其实不一定要跟课本一样啦，啊，只是说它用的是弯曲，我们之前是没有特别介绍弯曲。好，弯曲的话，你有发现它就好像打九格嘛，九宫格。那你可以针对每一格这个点去做调整。好，每一格这个点去做调整。那我画面就还给你喽，你来试看看。先把这几个图层把它显示出来之后，针对横的袋子，帮它加上是不是涂层遮色片？要涂上什么颜色？是不是黑色的？不过你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如果是这个边缘很锐利的，你的笔刷要不要用这种很锐利的？要不要用这种有羽化的？不要，你要选那个比较硬边的，有没有？或者你自己调，就是硬度100%的。那最好能够把这个地方放大，所以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来看，你会比较好调整。好，这个地方刷，刷刷刷。刷不要这样嘛，因为我电脑现在比较慢，给他一点时间。我是选横的，我找到直的，OK 吗？所以他不理我哈。有啦，有没有？当然，笔刷大小你可以自己再决定一下哈。平常我们大概你刚开始用就可以先用笔刷，等到你。其实比较熟悉，其实这边都可以使用什么？使用那个选取工具啊，也可以啊。啊不，你要是很长，你不是要擦很久吗？哦，好，所以我这边也是一样，笔刷这个我变大一点点。好，啊呢，这样比较快哈。好。好了。这样了解了哈，其实它后面做的就是像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换直的，就是来这边，一样把它稍微擦一擦。然后换下面。
比较远的当然你就大力插，可是比较近还是尽量仔细一点呐，哈，尽量仔细，这样 OK 吗？好的，过了。这个蝴蝶结你当然可以打开，因为位置刚好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它需要把它好像绑紧的那种感觉嘛，所以我们在这边。那请问哪一个图层？上面这个是要针对雌的哦，好，不要选错人哦，滤镜异化。那我们用哪一个？它这边是用这个向前扭曲的哈，其实用哪一个倒是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用这个，有没有稍微下来？好，可是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那个显示背景，这个勾起来，这样是不是看得到？因为你没有勾的话是就不知道它到底弯到哪里嘛，哦，到底弯到哪里哈，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有这么弯吗？下来一点，下来一点，刚好叫弯。我看一下哈，哇，袋子破掉了，U 型弯破去，这样你会的啦哈，所以我们大致上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那。